What?凯特纳的后方过来，哇！一卡现在魔鱼直接炸在了小博身上，哦、要打出被动吗 ？Q 到了 ，Q 到危险了 ，Q 到 Q 到了，闪现上来电燃拿到手杀，危险度在六等会很大。其实这种打野如果优劣势差别蛮大的话，劣势的方劣势那方只要去抓位置就好了，你只要你往回跳、后放蝎子哎，那边到目标枪飙到对方上，哦，原来是帕萨也到牛 combo 把瑞兹 combo 起来，可以瑞兹脚闪现往后要拉开伤疤，点了帕萨这里拿到了这一颗的人头哦，这个牛的跑线，但是牛没有闪喽，无极持续往前输出，有机会换了帕萨人头吗？挂了一个一，能换到吗？普攻再一下，有，他应该也可以上去咬无极。哎，让这个保护一下。上半波二一八八先上到了六等哦，我靠的等级有绝单杀，在 PK 被闪现逼了出来，有了再下大绝拉完左边虐杀 ，PK 被单杀。我只能说这个峡谷诗人 Moon Black 呢，真的是很喜欢出书哦。这边要喂鱼了，而且强势反野来来这边喂到鱼了，喂到鱼了，无极非常危险，奈德利扑了过去，虽然控制器有控制到，但是 Raze 因为没有闪现，帮不了他的雷兹啊，从这边赶了过来，但是血量已经不够了，无极倒下，再飙飙到了鱼，利古松哥这边叠一层，是靠着自己现在可能稍微领先的去逼掉视野，哎，中路丢出了鱼要抓对方，但侧边 Raze 已经赶到，重击下下去，哎呀，会闪大吗？不会，黑色你讲。等一下哦，因为现在你看蓝区几次两次进攻之后呢，第一句是把标到了，标到了，扑了上去，被自己一技能裁下，还到对方之后，但是这蝎子大绝要把波塞拉回塔下，点燃 ，tick 烧掉了无极，赶得过来帮防守爆破，哇，喂到鱼了，完蛋，被丢到鱼了，瑞斯按了闪现，看起来来不及，牛一个 W 康爆，中线杀拉了来，恐惧对方两名成员，而且第一巨人都赶到了，二三四虽然有大绝，但是这时候并没有办法跟上这个伤害滚动，上路开了鬼步往前杀了，抓 PK， 你刚刚中路丢过大绝了 ，PK 小白 PK 小白闪现往后拉开，还这边瞬间牛在这边稍微缓到一下，好凶好惨，这塔下有没有机会的？但 Jungle Y 他的伤害好高啊，好无助无助。大家是不知道这个肯定从你伤害比较不错，往前了，配合的队友看看有没有机会。哇，这布拉姆也是跟着闪现大绝啊！晕眩打了出来之后呢，控制器一波一波接上 Moon Black 这里，硬要砸在你脸上嘛。这个，哎，你真的要跟自从那一波突然有闪现的 WQ 把瑞斯顶了起来啊！本来自己这边拍了一下晕眩，敌枪口外先闪现往侧边拉开，回血太高了，瑞斯已经倒下，上方 PK 赶到要开多，而且慢慢来了，怀表躲过几波输出，牛开到在前方将扛着，但是无极血量非常的低啊，这奈德利频繁的刺杀后排啊，我还可以再飙，闪现往前一翻，翻到了 PK， 打出了晕眩，二一八八再添一颗 PK 的人头，中路布鲁斯跟小波在对点哦。S2 那时候呢，他是狙玩的非常红，他有非常多套路，非常多。你看这一开始没有飙到嘛，那好，我们牛来了，就他选择硬上来，这个点硬上之后呢，来没有飙到硬上，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激活他嘛，那拉过来之后，你看其实一开始雷兹接完一套之后，布拉姆也没有大血，没有招，他闪到右边之后反而输出一个空窗骑直接断档，那奈德利补了血都突然满了起来，那后面呢，你看奈德利好血回满了进来玩，那牛本来以为要被换掉，结果突然一个顶拍，哇 ，DK 也只能摸摸鼻子，完蛋碰不到，那后续的追击战就变成是二一八八开秀。直接一个闪现一翻过来，那奈德利呢？现在、哦、可肥的嘞，轻轻松松就把这个人看一下人头插。哎、欸，中路哇，怎么是你吃到鱼了？哇，再见，大吉大利，年年有余。茶饭其实蛮好用，这个要正面来了吗？是有闪现的哦，在塔下要硬杀吗？凯撒、布兰姆、雷兹也都来了，叫了预示者哦，徐若挂在 PK 身上，其实现在伤害并不太高，但是三甲连辅助都来加，总够了吧？油是换到，但。下路呢也推掉塔、哦，好像没有很赚哦。预示者要继续撞第二座了。哇，这个中塔下塔、中塔也守不住哎、欸，中塔守不住哎、欸，要掉了。你哇，乌尔加特二一八八公子线头换到了中路还有下路的塔。那这个头我只能说真的是线的好啊，线的红 buff 这边要争夺。但瑞斯是已经没有大绝哦，牛哇顶三个，顶到了三个人啊！布朗姆回身丢出空间，但下方
飞斯已经进场，目标是无极，无极被逼中，真的是直接开了。那这样其实也没有很好，因为沃加特没有扛，其实血量会掉。而且 Raze 是有闪现的哦，拉开，他们是想要找机会吗？Moonblack 闪现开大的位置，牛这一个闪现的 combo， 无极可能是要倒下，守门员上还来不及拉，就被 Moonblack 收下人头，你往前没有办法到啦，要跳吗？对手啊，对。现在没有什么人在玩雷兹，真的好。这个掉进去，哇！踩这个闪现，踩的惊人的人啊！布鲁塞杀着本人往这边拉开，闪身上被挂点，血量非常的残的 ，PK 也被打出复活值，往后拉开这个中路的高地塔，守不太住啊。退休的这个王爷，就多训练一下。你还想？你以为这个拿来抢蓝吗？但对方优胜高值，装个歪模样，其实还可以闪现顶吗？哎，可以打，对。牛这边顶上了。combo 谁 combo 到是 Raze 一波伤害 Raze 直接就要被带走了，后方 PK 想要切进来闪现过没有切小波完全不够啊，前方无极烈地冲击雷兹伤害够不够，2188脚闪往后拉开再按了一个护盾，哇牛又再往前 combo PK 闪杀一个左边杀拉了回来恐惧往前打，这边运架盾要躲这个伤害还是挡不住最后的爆发输出，无极大绝走不掉了，走不掉啊，这应该是要 GG 了，是末班车啊，中路兵进去要末班车，真的是末班车，哇这场我觉得牛的开战非常到位，真的这场楼上 key player 现在又难选了，到底要给这个奈德利呢还是给这头牛呢，给谁好呢，我觉得上路也单杀了，哇2188也玩的也不错啊，上路也单杀了，我跟你讲那个月黑曜是那一闪四个人都有按金的也给他，哎就可以那个提名得到提名嘿得到提名，哇全部出来只有小博没有参与感那也没有办法，毕竟雪球滚得很快，我觉得他们的开战都做得很到位，像其实几波真的该开的 timing， 像牛直接闪现 WQ， 就是甚至刚刚我们讲后面就好了，做巴龙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谁来探视野就直接闪现开他嘛，这点其实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他们开了一下让对手看到说哦你在开那就要过来探，直接牛就直接闪现开了，就是我觉得开战都做得很到位，现在在比分上面翻成了1-1的平手，发现这个 jungle OY 他的耐得力以后大家要多考虑一下了，要不要 ban 呢，正常来讲啊我觉得他这场耐得力跟他那个李欣其实是一样意思哦，嘿只是这场他滚得很顺、哦、所以你意思说上一场如果李欣也有这样情况的话感觉也可以继续起飞，也是就是你看这场跟上一场比起来就是他你没有感觉到他中期有什么节奏拖沓的地方嘛，每一波都是顺的，那滚到底其实就还蛮容易是这样、啊、但如果你进入运营局的话啊，奈德利一直刷，阿蝎子也一直刷，哎这些哎呦他也早就准备好了是不是、哎、飞狮腾达，哎呦哎呀哇这个春联我500局前就准备好了、嗯、那我等一下先去看他们后台准备多少春联我都知道他今天要选什么，真的 PP 都被猜到了真的 PP 一定要说好一定要说好 PP 都写在上面怎么玩，we'll be right back.